生命多淬炼，总有光明面。欢迎观众朋友收看《台湾新亮点》。在刚节目里啊，其实我们已经了解到红茶对于鱼池地区的发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而且啊，光看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是我们的鱼池红茶，它的那个颜色啊，黑的很像墨，有没有？但是它泡出来的茶汤颜色像是红宝石一样哦。所以啊，难怪那时候被誉为那个进贡给日本天皇的珍品嘛。但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。杯杯都是安德，像我喝到都人家都是俗称红茶红茶嘛、嗯，但是市面上怎么会有所谓的阿萨姆红茶跟什么台茶十八号、嗯？这是同款的茶种吗？啊，不，为什么有这侪名哈？嗯，比如说咱三个同款拢是人，对，但是咱都三个名，对，我较水，对，哎、欸，没错，漂亮的美女，漂亮的美女，又漂亮啊，我就不是美女，所以讲一点帅哥，嘿、嗯，咱袂使呢，我形容的。啊、所以茶种嘛是一点爱好见面、哦、可是为什么我们统称都是红茶，对不对？不是统称，就这样。以电视上看到一个什么阿萨姆红茶，其实那是一个产地的品种名称。嗯，比如说，因为人家阿萨姆遐就是较早听说啦，嘿，因為我无参与到，所以讲那个年代，嘿，那个年代是因为英国人底下被间谍，开始大量在种。嗯，因为英国人一开始都是甲中国买茶，对，后来他们尝到甜头了。嗯第一个东西会做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找一位开始种，英国人就听说去印度、阿萨姆那边听说了，在那边栽种了品质很大面积、而且他们就设计出大量制造的机器、所以我们现在的制作红茶 的一些这个技术、都是听说是对沿用较早英国人迄个时阵一直用到现在、然后 有做一些有点是古法传承的感觉，嘿啊，后来日本人看到讲，哎、欸，英国人生意做遐济，好啊，伊嘛要分一杯羹，所以再来台湾种茶。那来台湾了，伊就开始研究。迄阵有一个茶叶改良、就是我们现在茶改厂吗？嘿，对，对对对，啊，迄阵伊就开始研究，因为我听茶改厂专家讲，研究一个品种至少要差不多二三四年以上。这么长的时间呢？所以讲吼，你假设你有100岁。你才研究出几个品种，所有的青春岁月都葬送在这个研究茶的当中了。没错，所以讲要得一个品种得来不易。对，而且你即马假设，你口袋里有100个品种，你不会一下子全部拿出来来捡。对，你比方说从一开始九二叶时温，玉之香找一个比较特殊的茶种，那就以这个台茶十八号，因为台茶十八号以的特殊的肉桂薄荷香。所以用刚好他的爸爸就是台湾的原生种，他的妈妈听说是缅甸来的大叶种，等于是混血儿就对了。没错，所以东西爱刚爱配备才会有产生一个种子，那颗种子就有这种特殊的肉桂薄荷香，所以中文名称那头取名叫做红玉。红玉，啊，伊刚好是排第18个，所以叫台茶十八号。哎，对，第十。所以现在我们鱼池地区，我们的红茶品种到底有几种啊？像人家知道的阿萨姆嘛，对不对？但现在有人说从台茶，以茶叶改良厂研发出来的，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一直开始摆。啊，有小叶种，有大叶种，咱红茶是大叶种。所以说7号、8号刚好是大叶种。一直摆到18，又是大叶种，有特色。所以8号现在就较少啊，7号更较少。所以18号现在较侪。那当然，去年。又公开上市一个品种叫做台茶21，台茶今年就到21号就对了，还有20几号，只是未上市都对吧？系啊，啊恁今麦才见社长诶，个大汉尔，我今麦搁上市节22号、23号出来，我农民讲啊，我现在得咩？对，所以讲伊就是一段时间再慢慢再推出一个新的品种，而且对市场上对农民都是好。那所以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的鱼池地区的红茶茶种比较民众可以接受，或是大家比较周知的是哪几种？大家都知道是叫做阿萨姆，嘿，对，因为阿萨姆的电视上一打开就是阿萨姆红茶，还有像我们刚刚讲的红玉嘛，对不对？红玉，然后呢？差不多这两行是大家最接受度最高的就对了。可是像您刚刚提到说什么茶树啊，其实茶树可以活很久，对不对？那越珍贵的那种老茶树，就是我们台湾原生种。听说我们原生种有面临到那种就是保存不易的问题，是他自己。年纪大了太换掉，还是说生病死掉吗？其实吼，咱若翻开台湾的历史吼，台湾不三时拢咧搞一些破坏。破坏。最近你有看新闻，佮有啥物一挂新的、旧的物件，佮又把它破坏了。政策啦，对。所以讲，伫鱼池乡，当然我嘛有拄着，家己亲身就是身历其境去拄着这个代志，但是
咱一个小农民要去阻止这种代志来发生哦，根本无法度。所以是这些茶树的保存，是因为政府机关一些政策的问题吗？不是说他自己茶树老了，汰换掉死掉的。汰换掉死掉，还是一只牛身上的一根毛，比例这么小。最出来诶消失的是人。嗯，对。所以其实为了让观众更了解这些文化，就茶的文化跟茶的知识，所以你们安排导览解说是不是？是，这是在所谓的茶农界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吧？因为连行销都有问题，你还要把这些知识，然后告诉游客、告诉消费者，你需要的人力成本跟训练，是相对也增加嘛？是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啊？其实我是当时的想法，我是想说我借用就是用活动体验的方式，还有用导览解说的方式，我一下子我可以不用一对一，我可以一对多，把红茶这个好、这个美能够赶快传递出去、传播出去。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搞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利润呐、啊。好、那可是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，对，额外增加的嘛。对，这是一定要做。那在训练员工上面呢，就是你要训练他、培训他可以进行导览解说，那相对他们对茶的知识也要非常了解嘛。是，所以说在我们公司里面教育训练非常的多。教育训练，所以是由你来训练还是庄主？都有，都有。是，还有庄主比较乐天啊，他跟员工都打成一片，所以在训练的时候，员工会不会比较不理他？不会啊，可能所以说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庄园里面，你看你可能不知道谁是老板，谁是员工。真的吗？是的，就是跟员工打成一片。之前哦，就前几天有一群朋友，嘛是来过之后，因个比方说你阿文觉得来喝不错，然后他带了一群朋友了，结果他说你们的员工都还是。教育训练的蛮不错，很多人介绍。后来又过一次，到底是谁是老板，谁是员工，怎么搞不清楚？所以大家都是一样就对了。其实他们都很用心，在就是在庄宇里面的，就是传递跟传播跟让客人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。所以我们在前端我们做很多的授权，对。所以说其实我是觉得说，选对人会比较重要。所以其实你们对待员工就像家人一样，对，他当你自己的弟弟妹妹啊，或者自己的小孩教育他们。对，所以不是像说一般在公司行号这么严谨的那种教条式的规范就对了。可是像我们刚提到茶树的问题嘛，实践您很坚持用自然农法来耕种哦。刚刚我们员工有提到，就是你会不断去劝说这些农民说，我们采用自然农法来耕种。可是其实茶树在栽种上不是应该是蛮简单，它不需要太多的农药或是一些施肥的步骤，那为什么还要采用自然农法呢？话说是如此啦，可是如果说你的生态一旦被破坏掉以后，它就不是那么的好耕种。那因为从小我就跟在我爸爸身边嘛，那其实有很多的在我小时候有一段时期，就是那时候茶的价格很不好，然后面临就是说也都是用那个机器采收，好，那也就需要就是用惯性农法，需要喷农药，用化学肥料，比较快速，对，比较快速。那当时农民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嘛，那我就说我很痛恨的是我必须要在假日或者是寒暑假，我必须要在田里面去帮忙。那我每次我就会很担心，就是说其实妈妈他们做农很辛苦，他们喷农药，其实第一个最大的伤害的是自己。对，因为你先吸到了那些农药。对，所以说，我是觉得说，人不要那么自私，就是说为了只是掠取一点点的温饱，然后让整个大地都破坏掉了，那让你的可能你的子孙都没有办法再使用那个土地，因为所以我们都请很多的专家，然后来帮这些农民上课，让他们知道说，一旦你用惯性农法跟自然农法，它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。对，所以说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知识管理，那我们要的就是说，我们希望这群农民，我们能够带领着他，然后我们去不管是劝说也好，还是说让他用奖励的方式也好，让他来遵循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。所以一开始他们没有反弹吗？因为你在跟他们气做配合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反弹吗？就是说为什么要颠覆以往我习惯的作业方式？有没有就是比较让你觉得哪一个农民的反应是让你印象最深的？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是用比较属于那种感性的诉求，就像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说，大家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我们不要因为这样，家己的身体也是较重要，对，所以大家顾着健康的时阵，因为种地年岁拢较大吗？对，嘿，对，所以因也想讲，安尼对家己的身体是较好的时阵，咱够可以休闲休息，因为我们请专家来做积极的管理，我们并不是用放任的方式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你用这样的一个栽培法出来的，那个价格是比一般的惯性农法还高好几倍，那对他们的整个的生就是说主要的经济收入来讲，并没有影响，对，所以他们还是可以接受，就对。是的。那现在还是要去除草吗？要，
还是要，所以假日你每个就斗笠带着他。哦，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没有时间，所以是由庄主去就对了。因为后来哈，我发现讲，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问号，就就是农民伊的看法，讲我地里内底袂少一丛草，哎，清气流流安尼，嘿，一草不留。啊，我的问专家，茶盖厂的专家，那到底是农民的说法对，还是你有啥物看法？啊，茶盖厂专家讲，你无草叫遐虫要咪伊打，伊就咪你的地长。啊，所以讲啊，伊虫伊无爱食大叶种，因为大叶种会枯涩啊，所以虫原则上伊是袂爱食。他也很聪明就对了。对啊，但是你无伊的食物料，伊当然爱爬去你的地长，较歹食伊嘛是爱剥，为着伊的三顿啊。所以讲，我在渐渐叫农民讲。你都老一些草啊，好糖浆，好糖米，等于有点自然生态循环，没错的啦。那像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说，你们的夫妻个性是比较不一样的嘛，所以你们对于员工的要求也不一样。那其实员工对你们也有不一样的要求哦。先看到 VCR。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讨论、常常去聚焦的一个点哦，就是说我们希望说，不仅是把这个当地的这个观光做好。可是我们更希望说，可以把红茶的文化，甚至里面比较精致的部分，比如说像你来我们和果森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我们喝茶有传统品茗的部分，但是也会有多一些随性的那种喝茶、饮茶的方式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会一直都是，虽然现在是越来越多人知道我们和果森林，可是就是说来客数也越来越多，可是我们还是回头希望把我们的茶做好，把我们的品质顾好。那这一直都是我们想要努力的目标，这样子。当然，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是中小企业啦，他们是白手起家的。那这一部分的话，当然是他们两个夫妻做会比较吃力一点，所以他现在就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。因为像茶叶这种产业呀，你没有认同感的话，你做下去会很累，然后没有相同的理念会很累。那像他就是给我们的灌输的理念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希望就是，有一些健康的饮茶，带入一些热火这样子。对，那期许还是希望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位坦玉石红茶的品质，然后让更多人是来体验红茶这个产业，因为其实在台湾来讲的话，台湾人比较熟悉是乌龙茶类，然后高山茶类，红茶是完全是也一无所知的。对，那它中间它当然是有一段时间是没落的，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努力，然后跟着它这样子一步一脚印，然后可以就是把红茶带起来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员工的期待其实有点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一般以为员工期待可能是要求加薪啊，或是福利再好一点，但是你们的员工很特别，他们是希望说可以跟随你们，然后把红茶的产业更往上带一步，更一层楼。这是平常教育训练所教导的吗？不然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观念？因为有时候那员工相同的臭味会聚在一起。物以类聚。所以咱有啥物看法，有啥物，当然渐渐慢慢会有相同的理念啦，会来做。所以讲，咱这米工像高科技，哦，一年就发个几百张红利呀、啊，股票啊，你做农业要讲要上市，分两棵那个茶树好了啦，可以认两回去出茶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们观念是由平常你们的就是教导当中所产生的。是，应该是安尼啦。比较爱护地球下。因为平常我嘛不安排什么教育训练课程，我这种潜移默化啦，影响到。应该是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共同的目标在哪里。那我们都是在鱼池乡里面算是就是这个产业里面的一份子。那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道义，跟我们有这个责任，对，然后去往这个方面去努力，对。那对于红茶产业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未来的目标或是愿景呢？我们庄主常常说，他想要到法国去。法国其实是花茶或是花果茶比较多嘛，其实红茶他们的下午茶已经渐渐有点被花果茶取代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会这样梦想？其实我一直是法国是因为咱法国伊是先进国家，古早我在读册时候，你讲先进国家船坚炮利，科技发达，所以讲咱虽然讲练了一身厚的功夫刀枪不入，但是。一颗子弹就打穿了，那无用武之地吧。对啊，所以讲，咱得爱学习讲人的啊，一开始，鱼池乡开始推广红茶的时候，我还一直认为讲法国人因，当时啊，听讲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农民，是法国葡萄农，葡萄酒。嘿，葡萄啊，他们酿的酒，当然伊是酿酒，不是卖生食的葡萄。对对对，嘿。所以讲，因的做法是变成小农，大概家己。做葡萄酒，做的家己是为了特色，
啊，当然伊有大间诶，细间拢有，但是至少听讲伊是做几百年，一百年啊。但是我仔细搁想起来，因一年酿一次酒，假如说饮了一百年，伊嘛才酿一百次的酒，安尼饮就轻松诶。收成的时候才有酿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他们才酿一百次的酒啊。但是咱咧做得，咱一年有数字细水，细水有正水，也够轻易诶。啊，到头诶。一年至三百六十五天，至少嘛，差不多三百天拢在做茶。就搞刚刚。咱一年做的茶，就比法国人一百年做的酒较济啊。应该咱国较无影响啦，因为我都做得较好。所以是希望说可以到法国去把鱼池红茶的好推广给他们吗？当然是，上好是迄一寡先进国家，因为我都较接受较顶级红茶，那是上好。所以真的是像师姐说的，立足台湾放眼世界嘛。对 对。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，那也让我们了解到说，身为气管硕士第二代的他们啊，为鱼池红茶装点了新的面貌，而且还提供了茶的知识跟文化。所以观众朋友下次到鱼池的时候，别忘了喝杯红茶哦。我是许慧文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录完了吧？